你再给同学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，一分钟的时间把这个 QR code 扫一扫，如果有问题的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扫，下一堂课可以再扫。那、我们最后30秒，那扫 QR code。没扫到就是要等一下，下一堂课再扫 QR code。好了，那我们要开始上课喽。其实我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颜色是黄色的，因为我这个是白色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显示器这个是黄，那么黄，我猜是不是他那个接触源不良？那我已经尽力了。这样你们看得清楚吗？稍微没那么黄。这种技术性的问题应该是一瞬间又好了一下，我不知道怎么弄啊。好，我们勉强一下，我们要继续讲我们那个上礼拜在谈的双重积分的东西，就是上礼拜三我们谈到这个东西哦，重积分 AB 乘上 CD FXY 的 DA 哈、我们定义的这个东西嘛，对，我们用黎曼和定义的双重积分的概念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利用体积的想法，我们计算了这个重积分这样，然后我们的做法是说，我们两个做法哈、第一个就是你看你要先对 X 积分还是先对 Y 积分，如果你先对 Y 积分的话， Y 积分就是从 C 到 D， 然后你再把函数对 X 积分是从 A 到 B， 你也可以先对把函数拿先对 X 积分然后再对 Y 积分，这样这个东西叫福比尼定理，就是利用体积的想法，我们可以去计算这个重积分。那这时候我们就引进了这个 iterated integral， 这东西叫 iterated integral， 这个东西好 ，iterated integral， 就是你看是先对 x 积分再对 y 积分，或者先对 y 积分再对 x 积分，然后我们直接做 iterated integral 的例子就好了，就来看这个符号这样。当我们这样写的时候 ，dy 是在里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 dx 是在外面嘛，吼，所以在里面的那个符号变数就先积分，这样这个东西就是先对 y 积分。那你对 y 积分的话，就是把 x 当作常数，对不对？把 x 移到外面去哦。它的意思是这样哦。那因为你看这个里面这个东西是常数，对不对？就是 y 对 y 的积分一到是常数嘛，你可以把常数提到外面去，所以你可以把它这样写哦。
这例子来讲，刚好啦，刚好啦，这例子刚好是这样，所以各自算嘛，齁 ，x 三次方的积分就是四分之 x 三是 x 四次方，零到三乘上这个 y 的积分是二分之 y 平方，然后一到二，好，就是四分之三的四次方乘上二分之二的平方减掉一，答案应该是二十七除以二。有点奇怪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是我抄错了，这是平方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这是抄错了，这是平方，平方的积分变 x 三次方除以三，变三分之三的三次方，这样就对了，不好意思，这样就对了 ，x 平方的积分就是 x 三次方除以三，可以吗？就是这叫 iterating integral， 但其实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。迭代积分意思说你可以依照某个积分的顺序去做积分，这样。然后你是先对哪个变数做积分，再对哪个变数做积分，这样。这叫迭代积分哦。看第一个例子，第二个例子呢，就是，课本的就是把这两个顺序交换而已啦。零到三 x 平方 y dx dy 哈，这个东西就是什么？你先对 x 积分，再对 y 积分，所以就变成是这样。你把你先对 y 先对 x 积分，就把 y 当作常数哦，零到三 dx 的 dy 这样。好，那因为这个东西是常数哈，你可以把它提到外面去。应该算出来结果会一样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一样的嘛，哦。所以你那个积分的顺序并不太影响你积分的结果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就是以这个矩形的情况啦，哦，矩形的情况是这样。那如果你从体积去想的话，就是我们刀横着切或纵着切，切出来那个体积总和应该是要一样的，它就是这样的想法嘛。我们上礼拜已经把这个画给你看了。把那个刀画给你看了，然后我们第十五之一的部分，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讲这个例子的这个定理，它有个性质，然后叫 property 好了，它是第性质的第十一个这样，然后它是这样，如果你的那个函数呢，它可以写成这个 gxHy 的 DA， 就是你那个函数可以把它拆成 x 函数乘上 y 的函数，这样的话，好，那这个迭代积分呢，就可以这个重积分就可以把它改写成各自的积分的乘积，这样就可以把它写成 a 到 b gx dx 乘上c 到 d hy 的 dy 这样。我们利用福比尼定理，我们可以去计算这个重积分，那利用刚才那个迭代积分的想法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把这积分拆成两个积分的乘积，这样把 x 的积分把它计算，然后把 y 的积分把它拿做计算，拿两个相乘，这样 OK， 这刚才已经看过那例子了哈，我们就不做证明了，这样。然后课本还有一个定义，最后一个部分叫 average， 我是稍微提一下就好了，你们自己做题目，就是说我们在当个变数的时候呢，我们定义的什么叫积分平均值，对不对？它积分平均值 f bar 呢，它就是什么，就是这个积分除掉它的长度嘛，对不对？这叫积分平均值。英文叫 mean value for integral， 就是积分的平均值这样。那如果你有个两个变数的函数，它定义在某个 ab 乘 ct， 就是某个矩形上面，我一样也可以定义它的积分平均值。它的积分平均值就是什么？这个区域的面积
分之这个冲积分，这样，就是你把这个冲积分函数做冲积分之后，除掉它那个区域面积，这样，这叫积分平均值哦。啊，例子的话，就让你们自己做习题就好了，因为它就是算冲积分而已。C homework， 我忘记多少了，反正就这礼拜的 homework 这样。好不好？那我们这部分就要结束了，就是15:01就要结束了哈。我们现在介绍了，已经介绍完那个冲积分，在一个矩形区域上面冲积分这样。下一步我们就要来探讨这个15:02哦，它的 title 叫做 Double Integral。Over general region， 就是在一般区域上面的冲积分这样。怎么做呢？怎么做呢？就是说 ，D 就是一个这样的区域 ，D， 这是我区分区，这是我的 D。然后我一个函数 f 是 defined on d， 那我想要定义这个东西，在这个冲积，在这个 general region 呢，定义的冲积分应该是什么？这样，好吧，随便画一个，它不一定是矩形。那我们希望能够去定义，或者是去计算它的冲积分，这样。那怎么做呢？它想法是这样哦，它就。重新定一个函数叫做f， 但这个 f 的定义是这样，就是你把这个 d 呢，这区域 d 呢放置在一个矩形里面，就你找一个矩形 r 叫做 ab 乘上 cd， 这样就是你找一个矩形涵盖这个你的一般的区域，这样好不好？就是你把这个 D 呢，这个区域呢，把它塞在某个矩形里面，这样。第一步是这个，哦 ，step one 是这个的。然后你要定义这个 f 是在这个矩形上面的函数，这个函数的定义是这样：当你的函数这个点呢，在这个 xy 里面的时候。你就定义为小 f， 小 f 就是你刚才的那个函数，就是你给定的那个函数。那大 F 是你要定义的，好，它是定义在这个矩形上面的，在这个 d 好大 d 这个区域内，你就定义为小 f， 然后在 d 的外面就定义为零这样。可以吗？好，你的小 f 的定义是定义是不是在这个 d 上面？然后你为了定义这个一般性的积分，你就是利用前面你知道矩形怎么做这个积分嘛？对不对？你知道怎么做，所以你就利用那个前面一个 section 的想法，你就定义一个大 f。大 f 的定义是这样，就是说你在D 这个范围的时候，你就定义为小 f， 然后在 D 的外面的地方，就是在 D 的外面这一块红色的矩形，但是不包含 D 这一块区域，你就定义为零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，这个函数呢 ，fxyda 呢，它的定义为这个，你就是把大 F。拿来做积分，只是那个从积分是在 R 上面做积分这样。那这很合理嘛，因为反正你在 D 的外面都是0嘛，所以那个积分是没有影响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是透过大 F 去定义或者是计算小 F 的从积分。
那做法就是你把小 f 的定义扩充到一个矩形区域这样，然后你在 d 的那个范围的地方，你就定义为小 f， 在 d 的范围外面的就定义为零这样，所以 f 小 f 就被扩充到一个新的函数叫大 f。但是其实没有真的 做什么事，因为你把外面定成零而已，没有真的做什么事情这样。OK， 然后接着我们要看哈、几个例子，就是说我们有兴趣的区域 D 呢，主要有两类呢哈。我们现在就是 Type One 介绍 Type One 的 Region， 就我们好像在上学期已经有介绍过了哈。再 Recall 一下 Type One 的区域是这样，就是你考虑。两个函数哈，就是叫 G1、G2 呢，他们是定义在 AB 区间上面的连续函数。然后你要求这个 G2 呢是大于等于 G1 的这样，所以它画出来图就是这样子。你的区域 D 呢，就是被 G1 跟 G2 这两个函数，还有这个 x 等于 A 跟 x 等于 B 包围住的这个区域，这样。好，所以第一个 Type 1的区域就是 XY， 它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哈，用红色的把它画出这个范围这样。它的 x 范围是介在 a 跟 b 之间，它的 y 的范围是在哪里呢？是坐在 g1 跟 g2 之间这样。OK， 就是有 type 1的区域就是这种的，就是你考虑两个函数 g1 跟 g2， 然后 g2 比 g1 大，然后这个区域范围就是由 x 等于 a、x 等于 b、y 等于 g1 跟 y 等于 g2。这四条曲线围出来那个区域长 ，Type One 的区域是这个。OK， 可以吗？那我们希望这是 Type One 的区域上面做冲积分。OK。啊，注意哈、它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我这个东西又长一个立体的东西出来，对不对？就是由萤幕这边凸出来这个地方。然后我就是刀子是这样切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这个红色这一块就是我刀子切出来的那一薄片嘛，哈。吐司，你把想象有一个这样的吐形状的吐司嘛，然后你用刀子去切，那这个红色这一块就是一个立体的，长出一个立体的这个吐司这样。那这个东西你要先对 y 积分 ，y 的话积分范围就是从 g1 到 g2 这样，对，它的范围是随着 xi 变的哈。刚之前那个范围是 y 的范围是 cd 是固定的，但这个范围哈是随着 xi 变的，所以你是先对 y 积分 ，y 的范围是从 g1 到 g2 这样，接着再是对 x 积分 a 到 b 这样，所以你那个区域呢在 d 上面做重积分呢，你把它想象成是体积嘛哈。我们算那个截面面积再做积分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做法就是先对 y 积分，然后 y 的范围是从 g1x 然后到 g2x 这样。好，然后接着你对 x 积分 ，x 就是从哪里 a 到 b 这样。OK， 这是福比尼定理对 type 1的 region 的积分，好不好？矩形的比较容易一点，这个稍微比较复杂一点，就是你要去看，因为它的 y 的范围它是随着 x 在变的，所以你要固定 x， 记不记得截面就是固定 x， 对不对？ 一刀切下去，当你固定 x 之后， x 把它视为常数，然后 g1x 跟 g2x 应该是常数，它是随着 x 在变的常数，这样好，所以你的积分 y 的积分范围就是从 g2 到 g1，之前的范围是 C 到 D， 它是平的嘛，啊，现在不是了哈，所以要稍微小心一点，可以吗？到这里，
我来看看，课本是直接介绍两种范围了哈，那我就照着课本的讲法好了。好 ，Type 1的区域是这样，可以吗？好，另外一个是 Type 2的区域，我们来要讲 Type 2的区域，这个好了吗？好 ，Type 2，接下来讲 Type 2的区域哈。Type 2 region 是这样，就是 H1、H2 它是从 CD 到 R 的函数哈，我们通常都是 continuous。那么假设这个 H2 呢是大于等于 H1 这样。Type 2 region 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们把画画出来，它是 X 等于 H1Y。X 等于 H2Y， 然后在 Y 等于 C 跟 Y 等于 D 所围出来的哈、哦，所以这个 D 呢 ，Type 2的 region 是这样，它是 XY，Y 的范围是介在 C 跟 D 之间，但是 X 的范围呢？X 范围是这样，我把它用红色的来画哈。X 的范围是 X 是随着 X 范围是随着 Y 在变的哈。这是它的范围哈。横着刀去切的时候 ，X 范围是随着 Y 在变的，所以它的 X 范围是介在 H1 的 Y 跟 H2 的 Y 之间，这样。OK。所以我们现在刀子切呢，因为它这个区域的形状，它的这个横的部分呢，它这个横的部分呢，它是随着 Y 在变的。你固定 Y 的时候，好，它的 X 范围是从 H1Y 到 H2Y 这样，好，它是跟刚才那个刚好是不太一样的，一个是横着切，一个是纵着切的，叫 Type 2 Region。那这 Type 2 Region 的从积分的做法是这样，就是从积分呢 ，fxy 的从积分，是什么呢？你先对 x 积分，这 x 的范围是随着 y 在变的哈，所以它是从 h1y。到 H2Y， 然后积分完之后，你就对 Y 积分 ，Y 的积分是 C 到 D 这样。我们等一下会看例子哈，这 Type 2 Region 的 Fubini 定理。我们等一下看例子，看例子。我们这边讲慢一点好不好？这边稍微讲慢一点，因为你们可能第一次学这个东西，然后可能一开始会不太习惯这样。啊，你要稍微一阵子才会习惯。那如果你们要考，觉得说，哎，我不喜欢学电，想要转学了，啊，一定会考这个东西，转学考一定会考这个东西，好吧？必考的、哦，必考的。没有，但我不是说成大学电呢、啊，是有些人觉得成大是学电呢、啊，所以他想要转学。我们成大当然是那个优质四大优质优质，没有，因为这个是有上 YouTube 的，不能乱讲话啊，后面要断章取义就完蛋了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就是说我们现在从积分，我们要去看它是哪一个区域这样，然后做积分这样。有些时候它的区域有时候可以同时表示成 H1 不 Type 1，有些时候可以表示成 H2， 它也可以有时候可以同时都是这样，所以你要选择一个你觉得比较好算的这样。好，这地方讲慢一点哦。举个例子来讲哦，第一是个区是什么，先给你区域好了， Bounded by
y 等于 2x 平方 y 等于一加 x 平方，先给你 d 哦，然后再可以算从积分 x 加上 2y 的 dA。好，函数是 x 加 2y dA， 然后区域是这个 y 等于 x 平2x 平方跟 y 等于一加 x 平方，你就这两条曲线围出来那个区域这样。所以通常你要做从积分呢，别无他法哦。第一步一定是把区域画出来哦，做从积分，第一步一定是把区域画出来。除非它是矩形啊，矩形一看就知道了。但是呢，这不是矩形哦，所以你第一步 step one 一定要 sketch region。哦，写错字。TCH sketch D， 所以你要把它画出来。y 等于、x 等于2y 平方，它应该是一个抛线。哦，画的不太好看，不好意思。它是通过丁点的原理，弄错了吗？有错误吗？有错误吗？好，没有哦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它是 y 等于一加 x 平方，所以它可能稍微比较粗一点。OK， 然后它是这两个区域围出来的区域哈，我用 D 好了，绿色的。做你的区域 D， 这是 D，OK，、okay? 好，所以这时候你就是要把这个范围，把那区域决定出来嘛，你要把这个焦点解出来，对不对 ？Sketch D 的部分也是包含你把焦点算出来哦，好不好？因为你必须要知道它焦点在什么地方，那焦点就是解联立方的式哦 ，2x 平方 y 等于一加 x 平方，所以。2x 平方等于1加 x 平方，推得 x 平方等于1，推得 x 等于正负1。好，所以我用别的颜色好了，用蓝色的笔，这是负1，这是正1哈。焦点就是在 x 坐标是在1跟负1，所以它的 y 值就是负12哈，可以吗？这个例子是比较明显的，用那个type 1的区域，对不对？它 x 是它的，它是 type 1的，就是我们把它区域决定出来，它是 type 1的，它是 xy，x 介在负一跟一之间，然后 y 的范围是介在哪里呢？哪一个在下方？2x 平方在下方，对不对？一加 x 平方是在上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是 type 1的 region。OK， 那 type 1的 region 呢？我们就是要先对 y 积分。我随便选一条，画粗一点好了。所以这个从积分呢，怎么算呢？x 加上 2y 的 dA 哈，最外面就是后面比较后面积的，所以是负一到一哈。啊，通常我会这样做，就是先把函数写进去，然后是先对 y 积分，再对 x 积分哈。我喜欢这样做了哈。最外面的是最后做的，然后你先从里面开始积。然后最外面是对 x 积分，所以里面就是对 y 积分这样。那 y 的积分范围就是看这两个，就一个是 2x 平方，上面是积分上限是1加 x 平方这样，可以吗？所以我们终于有一个不是相乘的情况了。那请同学算一下好不好？你们算算看最后答案是多少？给你们算一下。
妈妈，你同学算一下，算一下。啊，如果还没有睡醒的哈，刚好趁这个时候算一下，好不好？计算一下，我现在自己做。同学一定要自己做哦，难得我们在课堂上有一些题目，你们就是趁现在做一做，你就会的这样。OK，Type One 的 Region 这样。好了吗？可以吗？你有算出一样答案吗？有，有哈，那就是有，就是算对了哦。我看一个例子哦，文字题哦，素养的 ，find the volume of the solid that lies。Under the paraboloid z equals x squared plus y squared and above the region d in theXY plane bounded by y equals 2x and y equals x squared. OK, 他说要求那个体积，然后是在这个旋转抛物面的下方，然后是在这个区域 D 的上方，所以旋转抛物面下方跟某个区域 D 的上方，它所以那个体积 V 其实就是在算这个冲积分哈。
x 平方加 y 平方 dA 某个区域 d 这样哈、哦。它的题目如果是在讲说 find the volume of the solid that lies under the paraboloid and above the region d in the xy plane bounded by blah blah blah， 啊，其实就是在讲说你的函数的下方区域的上方啊，就是算算这个从积分这样，好不好？所以，你解读完题目之后，你把它写成一个从积分的样子。接着下一步就是说，你把这个 d 呢画出来。Step one 就是把那个 d 画出来哈。那个这个 d 是从 y 等于2x 跟 y 的 x 平方，所以我们在高中的时候都学过，它是一个抛物线。y 等于 x 平方是一个抛物线，然后 y 等于 2x 呢？它是一个直线 ，OK。好，所以我们一样嘛，就是把那个焦点算出来嘛，然后马上知道这是零跟什么二，就是解 step one 是 sketch region 这样 sketch d， 所以解焦点。所以 x 平方等于 2x 推得这个 x 等于0或2。OK， 是 type 1的区域哈，这是一个 type 1的区域哈。所以这个从积分就可以把它这样写哈 ，x 从0到 2，y 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啊？这个下方的函数。是 x 平方，上方的函数是 2x， 然后是 x 平方加 y 平方，然后这是对 y 积分，这对 x 积分哦。如果你把它写 type 1区域的话，就是你刀子是固定 x， 就是你固定 x， 然后你跟平行 y 轴去切这样。那切出来 y 的范围是这里 ，x 最后再决定 x 范围 ，x 范围是从0到 2， 所以0到 2， 然后 y 的范围你只要看这个曲线是在是哪一条曲线，这样看哪一个曲线在下面，这条曲线是 y 等于 x 平方，所以它从 x 平方开始，然后积分的上限就是 y 积分的上限就是这条直线是 y 等于 2x 这样，所以这个地方是 y 等于 2x，OK 可以吗？啊，这个自己回去算好不好？因为接下来就是单变数积分而已。好 ，x 平方加 y 平方 dy， 你对 y 积分的时候，就是把 x 视为常数，拿去做积分，这样好不好？按、啊、你自己回去算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哈？可以哈？好。这我需要我做一次这个积分给你看的，让我知道一下。你觉得可以自己回去做？没有哈，大家都可以同意，我可以跳过哈，可以哦。因为这是多项式而已。好，下一步啊。其实呢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区域画成 Type 2的区域，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把它画成 type 2的区域，同样的函数哈，同样的区域哈，我们怎么把它做看成是type 2的区域？你看哦。x 等于 2y 是不是可以把它写成 y 等于 2x 是不是可以把它写成 x 等于二分之 y？ 所以这条线是什么呢 ？x 等于二分之 y。那因为 y 等于 x 平方，它有两个，如果把 x 看成 y 的函数，它有两个解嘛，对不对 ？x 等于正负根号 y， 对不对？但是因为 y 现在是在上方，对不对？它是在上方嘛，所以它取的是正的，对不对？
所以它直线是什么？是把它改，这条直线可以把它改写成 x 等于根号 y， 因为 x 取的是正的。那、啊、如果是这个部分，就是 x 等于负根号 y 的啦，好不好？抛物线了哦 ，y 等于 x 平方，它有两个解嘛，对不对 ？x 有两个解嘛，一个是根号 y， 一个是负根号 y， 负根号 y 是这边的，所以我们是取，因为我们是取第一象限，取 boundary 的那个部分。OK，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type 2 region 的积分。我用红它这样切，我们把它这样固定 y 去切。所以你要看它 y 的范围，对不对？记得要算 y 的范围哈，这是零哈。我们刚刚说是 x 是2，啊 ，y 就是等于4，对，可以吗？所以如果用 type 2 region 去看的话 ，y 用这样横的去切的时候，那 y 就从0开始变到4，对不对？可以吗 ？y 是这个方向在变的 ，y 的范围就从0到4，它就是到这里而已。但是用 y 这个刀去切横的切的时候，它只有这一块有东西，所以就是 y 是从x 就是固定 y 的时候 ，x 的变化是从二分之 y 到根号 y 这样，可以吗？所以这个点哦，横着切的时候固定 y fixed 的时候，这个点叫做二分之 y， 这个点叫做根号 y， 可以吗？所以这个从积分也可以怎么写呢 ？x 平方加 y 平方的 da。可以把它写成哦，这是最外面的，就是最后做的 y 的范围，就是 y 的范围，里面就是 x 的范围，这样。你先对 x 积分，再对 y 积分哦。所以 x 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？就是二分之 y 到根号 y 这样。好、哦、，x 就从这个点变到这个点，区域只有这里而已。区域 D 是红色的阴影部分，然后你固定 Y 去切的话，然后 X 的范围就是从二分之 Y 到根号 Y，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积分，麻烦同学自己回去算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在从积分的这个部分，我们只有少数例子会拿来算，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你讲那个区域怎么画，画完的时候我们怎么用哪一个type 去看，用 type 1去看还是 type 2去看，这样子。然后下一步当你化简成单变数积分的时候，这应该要会的，好不好？通常这个部分最难的就是在画图，从积分最难的地方在画图，然后你决定你要用 type 1去算还是 type 2去算，这样通常最难的是这个地方。那再多看例子吗？还需要再多看例子，还是觉得这样就够了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已经够了吗？够了吗？再看个例子好了。我先给你这个积分哦 ，xy 的 da 啊，不好意思 ，d is bounded by y 等于 x 减一，跟 y 平方等于 x 加6，
好，所以它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区域 ，D y 等于 x 减一是一条直线 ，y 平方等于 x 加六是一个抛物线，它是写那个水平，这就是开口向 y 走的抛物线。如果你要用这个 type 1的方法去切的话，就变成说你要这样做哈，你要拆成两块这样 ，type 1的，就是你做完这一块之后，那就做这一块的七分这样，可以吗？就是你把这个，如果你用 type 1的做法，就变成说你要拆成两块，从这里积到这里之后，因为到这里。你做水就是做铅垂线啊，就这个焦点做铅垂线，你会发现说它是两个 type 1的组合这样，那你的积分就变成是你要这块积分之后再做这块积分这样。如果你用 type 1的做法，因为 type 1它是这个 curve 是两个 curve， 这边的 curve 是两个 curve 这样，啊这 curve 是不一样会在变的，所以通常这种时候呢，你就是要很聪明的选择，就是我都不会这样做哦。我就会这样画的横的，固定 y， fixed y， 这样就切，这样比较简单了哈。固定 y 去切的时候，就变成是要看 x 的范围。怎么做哈？就是那一刀画下去，你要垂直的做，或者是纵的做，你要看你自己要选择好。所以通常最难就是那第一步哈，这是横着切的，那你可以直着切的这样。直着切的就是说。你跟 x 轴垂直的，跟 y 平行的这个，横着切的就是跟 x 轴平行的这种的，叫横着切，纵着切或横着切这样啊，纵的切就比你要决定范围，就是这两个点的位置对不对？然后决定焦点对不对 ？Step one always sketch region， sketch region 的同时你要算这个焦点。所以第一个题目变成 x 等于什么 ？y 加一哈 ，x 就等于 y 平方减六哈。看起来好像是用 type two region 比较简单呐、啊。就是虽然我们习惯就是看 y 等于 x 的函数，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表示成 x y 的函数。OK， 所以这样写就变 x 等于 y 平方减六这样。好，算焦点哈。y 加一等于 y 平方减六 ，y 平方减 y 减，七，这么难算啊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课本有一个二在这边呢、啊。这样子，不好意思，课本有一个二的哈，会比较好算。我想说奇怪，二 x 没有，这很难，会变很难算。课本有一个二在那边的哈。好，所以变成是什么 ？y 加一等于二分之 y 平方减六。不好意思，题目稍微改一下哈，刚才那个题目不好算哦，多个 x 地方，就 y 平方那个分。那个 x 要有一个2在那边，然后二 y 加二等于 y 平方减六 ，y 平方减二 y 减八等于零，四二得八 ，y 负四跟二，好 ，y 的范围是从那个 y 的范围是在负二跟四，所以这个点 y 的范围，这个点。y 等于负二，最高的地方在 y 等于四，所以这个从积分就可以改写了哈。y 是从负二到四，那 x 的范围就是从这个 y 平方减六除以二到 y 加一 xy， 对 x 积分再对 y 积分这样。好，这个曲线呢？就是 x 等于二分之 y 平方减六，然后积分到这里呢，
这 x 就等于 y 加一这样，然后 y 的范围就决定了，所以冲积分是这样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到这边先下课，休息一下。
在这里可以吗？到现在，我们就课本还有其他例子啊，我们就不举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个，再看个题目好不好？就是这个题目是它写成迭代积分的样子哦，就是 evaluate the iterated integral。这种题目是最喜欢考的，转学考啊，什么考啊，是喜欢考这种东西啊。如果你这题目啊，要直接先对 y 积分的话，然后再对 x 积分啊，你会发现你算不出来，因为。你不知道 sin y 平方怎么积分这样。我期末考一定会考一题这个东西，先跟你讲泄题啊。好，这个一定会考一题这个东西啊，因为这种东西很重要，就是发现你这个你单纯的用单变数的积分你是做不出来的，所以。通常你要把它写成从积分，这题目呢，你不能直接迭代积分算，你算不出来。所以这种类型的题目反而比较奇怪一点，不是奇怪，比较特别一点。我们刚才一开始在说从积分，我们用迭代积分去算，对不对？就先 g x 再 g y， 或先 g y 再 g x。但这个东西呢，它反过来，你发现你单纯的直接用。迭代积分是算不出来，所以你要把它换成从积分，所以你要把它写成从积分，某个区域 d， 然后函数是 sin y 平方 dA 这样。好，通常做法是这样。OK， 然后下一步是怎样？你要把那个区域画出来。那你看哦，这个是 type 1的区域的积分，所以 x 的范围是从0到1。先决定 x 的范围，然后 y 的范围是在哪里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写反了，这 x 到一，我就写反了，不好意思。难怪觉得奇怪。OK， 好 ，y 的范围是从 x 到一，好，表示这个，我们把这个写在这边哦 ，x sin y 平方 dy， 表示 y 的范围 ，y 是从 x 到一。这个范围，所以你把这个 y 等于1把它画出来，这样说 y 等于1是这个。哦，你画出一个切一半哦，这条线叫 y 等于 x， 所以 y 等于1是什么呢？就是这条线。所以你是固定 x 嘛，然后对 y 积分，所以固定 x，y 的范围是这个。所以 step one 你要先 sketch region 哦。你先决定这个区域的边界，那这个边界呢 ，x 是零到一 ，y 是从零到一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地方，好、哦，真正有不有的就是不是零的部分是 y 等于 x 到 y 等于一这样，所以 y 等于 x 是这条线 ，y 等于一是这条线，所以它画出来的红色这条，那个你画那个切吐司的那个刀的范围这样，所以它应该 d 是这个。值得这个东西 ，OK，Step、okay? one， 它就是把那个 region 把它画出来，然后你发现说你用原本的 Type one 的想法你做不出来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根据我们对体积的概念，我们可以这个也是一个 Type two 的区域嘛，对不对 ？Type one 同时 Type one 也是 Type two， 好，所以我们用横的去画，就固定 y。去画 x 这样，好，记得最外面哈，写 y 的范围是从零到一，然后 y 的范围，等下再写，把函数写进去 ，sin y 平方 dx， 你先对 x 再对 y 积分哈，你这个。蓝色的线就是它横的切的线，横的切的线是看 x 的范围，所以固定 y 的时候切 x 的范围 ，x 是从0开始到 y 嘛，这个 x 等于 y 嘛，所以 x 从0到 y 这样，
我用蓝色的好了，用蓝色的来强调这个范围哈，零到 y。所以这地方太棒了，因为 sin y 平方 dx， 你对 x 积分的时候 ，y 把它视为常数，所以我可以把它贴到外面去，所以就变成是怎样呢？零到一 y sin y 平方的 dy。所以这个可以把它看成是什么 ？cosine 负 cosine y 平方除以二，零到一这样。好 ，by chain rule 哈，或 substitution 都可以哈。我就直接把那个结果写出来哈，因为 sin 的积分应该是 cosine， 但是这 y 平方微分应该是二 y， 但是这里写个 y， 所以要除以二。最后结果就是把它带进去哈，二分之负 cosine 一。加上 cosine 零就是一，二分之一减 cosine 一，这样，所以就答案是这个。好，你要记得这个题目哦。这题目是在算这个迭代积分，但是因为你在做迭代积分的时候，你对 y 积分的那个 sin y 平方，你没办法记出来，这算不出来的。所以他的想法就是把这个迭代积分。转换成从积分，然后转换成从积分的时候，你要确定那个从积分的区域是什么区域，然后根据它迭代积分的想法，它应该是 type 1的区域这样。那我们根据这个图形，我们知道说它同时是 type 1也是 type 2。type 1就是这样纵着切 ，type 2的做法就是横着切。那横着切的话，你要看。固定 y 的时候去切，那 y 你要确定 y 的范围是从零到一，所以固定 y 的时候就是看 x 的范围 ，x 从零到 y， 所以就把它根据福比尼定理的想法 ，type 1 type 2同时都会得到那个从积分，所以用 type 2也可以算出这个从积分，然后对 x 积分的时候 y 都是常数，所以最后结果就是这样，这叫 change order。Change the order of integration， 这是指这个指的章节哈，就叫它那个 title 叫 Change the order of integration， 把写这 Change the order of integration， 就是交换积分顺序。核心的想法就是说，你用 Type 1去做跟 type 2去做，它应该会得到同样的值，核心就是在这里。OK， 我们做一题就好了，其他就留给你们做习题这样。然后最后我们把 property 讲完哈，积分的性从积分的性质哦，就是第一个性质是跟我们在单变数的一样哦，两个函数相加的积分呢？它可以把它拆成积分的和，函数相加的积分等于积分的相加，这样是第一个性质。第二个性质呢，如果你把一个函数呢乘上个常数，你可以把那个常数提到外面去。第三个性质呢，如果大 F 比 F 比 G 大，那么它的积分也会比较大，比较大的函数积分会比较大。然后第四个性质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有个区域 D， 它可以拆成 D1 跟 D2， 然后 D1 跟 D2 它们只在边界上有相交，这叫 non-overlapping region。 D1 D2 是 non-overlapping， 它没有重叠啦， non-overlapping 就是没有重叠啦，没有重叠就是只允许在边上有相交，这样叫没有重叠 non-overlapping。然后 D 可以拆成 D1 跟 D2 的连集，这样，
哦，就是 D1 D2 粘起来就粘成一个 D 的话，那么函数呢，你把它做积分呢，其实你可以把它各自在小块上面做积分，再把它加起来这样。好，这只很直观嘛，你就算体积的话，你把它切成两块去做，还是体积不会变嘛，你用那个想法 去想这样。好，第五个性质哦。这个东西很简单啊，就是说你把它想象 D 这个区域、哦、高度恒为一这样，这东西算出来是体积对不对？好，但是高度恒等于一嘛，所以这个体积应该是底面积乘高对不对？底面积就是 D 嘛， A 的面积对不对？然后乘上高嘛，值还是一样叫 AD、哦、所以如果你对常数做积分、哦、那个常数是一的话，你把一想象只是高度，你把底面都一样嘛，高度恒等一样，那个体积应该是底面积乘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这个一换成其他数字，换成 h 一个正的数或一个 c 正的数，你一样就是直接 c 乘上那个底面积，这样底面积乘高，你把 c 想象的高度 ，OK。第六个哈，如果函数介在一个小 m 跟大 m 之间，那它的冲积分呢？F 的冲积分是介在这个大 M 乘上 AD， 小 a 等于不大 a 等于 m 小 m 乘上 AD， 小 a 等于这个大 M 乘上 AD 这样。好，这跟我们在单变数积分的时候那个性质很类似了，好吧？那个函数 F 的积分，它会介在它的最大值跟最小值之间，或者是说你这可以等价于什么呢？你的函数的平均值。是接在它的最大值跟最小值之间，这样好不好？如果函数小 a 等于大 m， 大 a 等于 m， 它的平均值，函数在这区上平均值也会接在它的 m 跟大 m 之间。讲完了哈，我们还有半小时哈。可以吗？这我们的。从积分的性质哈，跟基本从积分已经介绍到这边。然后我们要来介绍这个极坐标，就是把积分用极坐标去写，所以我们要用另外一个 PDF 档，下次从这边继续哈。就是 double integral， 在 15.3 double integral in polar coordinate， 就是用极坐标去写这个从积分这样。那同学在高中的时候有没有学过极坐标？极坐标你要先决定什么东西？第一步，你要决定一个极坐标，你要先决定什么？观察者的位置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坐标系，坐标的概念，你要先决定观察者的位置。那观察者的位置就是你的原点在哪里？所以你要决定一个极坐标，我们叫 polar coordinate 哈。就是你要先决定一个点叫 O 原点，它叫 pole。好，它用 pole， 它不是 origin， 它叫 pole， 极点。接着你要有一个射线，叫做 polar axis。这叫极轴，这叫做极。
极点。Polar X 射线，这是一个射线，因为那个 Polar X 会决定一个交角，这样你随便决定随便一个点 P 不在这个上面，它跟原点不一样，那你就可以形成一个 OP 向量，对不对？就有一个 OP， 对不对？好，叫 OP， 不如在 OP， 如果不在 O 上面的话，那就可以连成一条一个线段，对不对？那它有一个距离嘛，对不对？这长度就叫 R， 就是等于 OP 长，可以吗？所以 OP 不是零哈。那因为有这样子的之后啊，因为这个极轴就是跟你去量那个角度嘛，对，所以就有一个这样的角度，对，叫 theta。这样子可以吗？极轴原点就可以决定极坐标，那两个做法就是我们用顺时针把逆时针做正向，顺时针做负向，这叫广义角，对不对？这是 theta， 是广义角。OK， 所以 P 的点就可以用 R theta 去表示，这样可以吗？这个 theta 是不唯一的哦， theta 的表示是不唯一的，但是呢，你他们都是有关系的嘛，他们差个什么二派的 n 倍这样，有没有？他们差二派的 n 倍嘛 ？OK， 那同介角嘛，对不对？那同介角，所以 theta 的选择不唯一，可以吗？但是你可以要求一些条件呢、啊，让 theta 是唯一的被确定，例如说零到二派，好、哦，或负派到派，反正你要涵盖一个二派的角度，那这就会唯一被确定，在那个派的范围内唯一被确定，这样。OK， 那这个部分呢，因为高中学过了啊 ，polar coordinate 那个部分。不是我们的重点，你们自己回去看那部分就好了。所以有了角度之后。